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鹤棣。巴黎奥运如火如荼，在高手如林的奥运赛场，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战友迎难而上，这是中国军团的使命，同样也是许七安的追求。在这里祝愿奥运健儿都能得偿所愿，使命必达。看奥运来腾讯，此刻一起燃。